胖妞，我要挑战你。挑战我？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们班的人都说你是手工大神。他们说的没错呀，对不对？ 对，没想到胖妞这么出名啊。出名什么呀？我不服，我也是手工大神。哎呀，那太好了，以后做手工咱们两个可以一起探讨。我才不要跟你探讨，我要跟你一决高下。手工大神只能有一个。就算手工大神只有一个，那也是我。没错，这次我支持胖妞。哼，咱们比比就知道谁才是真正的手工大神了。好啊，王小八，咱们来吧。胖妞，你要做什么粘土玩具？我要做一幅我的自画像。哈哈，那你输定了。那可不一定，你要做什么呀？不告诉你。开始吧，用红色粘土做点小花花，等会儿做装饰。胖妞，需要我们帮你吗？不用啊，先把粘土压成长条，然后卷一下。哇，好好看呀。那是必须的嘛。小花花差不多了，现在用黄色粘土搓成头发，拿出木板擀一擀，给我的海星加点装饰。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。哈哈，这样一看还是我的海底世界做的好看。明明是我的粘土自画像好看。对对，你看胖妞做的呀，这个彩虹还有玫瑰花多好看呀，特别是这个紫色的裙子。没错，除了这个自画像不像胖妞以外，其他的都好看。貂蝉，你说什么呢？那明明就是我。这简直跟你没有任何关系，还是我的海底世界好看。你看这乌龟，看这螃蟹，看这海星，还有这个鱼做的栩栩如生，就跟真的一模一样。这仔细一看的话还真挺好看的。就是跟胖妞的一比啊，还是差了那么一点。就是，我还是觉得我的好看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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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